就在世界的身边，当你在眼前，足够让我去跟时间纠正如愿，人生的空白也为你填满了心愿，藏不住心跳，继续从我的虚角不见你微笑，你往后我往前就有一直不掉，从咫尺到天涯，就算看尽人世浮华，我只喜欢你啊，总是都不懂你的面无表情，也只能追逐着你的背影，我这颗小星星绕着你的四周打转，多想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你能不能把我写进未来剧情，主页写着我和你的姓名，也隐喻中幸运，就像电影里所有的浪漫化学反应。Oh baby， 就算世界的善变，当你在眼前，足够让我去跟时间纠正永远，人生的空白也为你填满了心愿，藏不住心跳，即使从我的视角不见你微笑，你往后我往前就有一直不掉，把剪发变假发，就算成就让人复杂，我只喜欢你啊。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，来，来来来，每人两张。这么听你的话，看不出来吧？我原来是学生会主席。可以啊，你赵观长。你是不是郝五一啊？是啊。真的吗？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你。我也是。谢谢你们。你在推销什么产品啊？现在呢，只要登记就能送你。但是要带话题发微博，好好好，一定一定一定，可以合张影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再来一张。那些有钱人请的是什么？私人医生，这就是我的私人专属医生。他们那些私人医生要吃饭，要睡觉，要喝水，我这个可不一样，24个小时。全天候的监测，什么血压啊、心率啊、睡眠质量啊，还能告诉你每天补充多少维生素，补充多少卡路里。对，最厉害的是，咱们老年人生疾病的时候，他还能报警呢。哎呦，真好！哎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？你骂谁呢？这怎么能是买的呢？这是我闺女开发的。哎呦，那你闺女太优秀了。你们真享福，谢谢，也就一般优秀，一般优秀。哎，老铁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讲你闺女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吗？啊，对呀，不是说还要主持明年的春节晚会吗？那个，来喝点水。哦，他该喝水了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我那闺女吗？哦，孝顺。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就转行了，在北京做高科技。哦，这样的，好。哦，孝顺你。哎呀，那个大家都是邻里街坊的，再给你们看看。好。哎，你这东西只能看不能摸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吧，不只是老年人，也特别适合年轻人。像我们家乔伊吧，身体就特别弱，所以我就让他带了这么一个。啊，是呀。我儿子工作忙，我也担心我儿子身体会熬不住。我也是。要是咱们的子女
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块东西啊，我们当父母的多省心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对，那个你怎么弄得跟推销似的？没有，哎，这你怎么这么说？怎么是推销？大家伙都喜欢。对呀，这叫分享。对，怎么能说是推销呢？这接着接风，对吧？好东西就是要分享。这多少钱啊？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在这外面太贵了。嗯，不过嘛，我闺女是开发的，大家也都是街坊啊，内部价，内部价。好爸，哎，乔姐，经过爸爸的不懈努力，我帮你推出去三块手环。这么厉害？哎呀，他厉害什么呀？他就知道在人家后面呢，追着人家嘚嘚嘚嘚嘚嘚的说。你可比老程啊，都烦他了。我跟你说，乔丫，千万别听你妈妈瞎说啊，人家老程很感兴趣的。感什么兴趣啊？人现在只躲你。哎呀，你给我。那个乔毅，听说观潮现在在学校做活动呢。啊，五一也去帮忙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团结就是力量。乔毅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单丝不成线。独木不成林啊！啊，别说了，他还上班呢。乔毅，哎，那就这样啊，我先挂了。哎，注意身体啊，拜拜。预售成绩如何，那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这一刻，我们为了同一件事并肩作战。看着他们的笑脸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前。哎，大家都快帮忙啊！都过来帮忙吧！哎，这都不对。同学们，算出来了，9836颗。有些人充满戾气和恶意，是因为他们从未被人温柔相待过。来，宵夜，大家分一下。我想，我能对生活始终抱有温柔，是因为年少时遇到了善良的人。更幸运的是，他们一直在我身边。来，我们大家干一杯吧！干杯！趁热吃，待会儿凉了。喂。喂，我跟你说。价比我们低，又先入为主，给我们的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更何况我们前期投入太大，成本都还没有收回，资金链也是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目前最好转亏为盈的办法，就是像核心一样，替换零件，降低成本。我不会为了利益以次充好。我是大股东安插来的空降兵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告诉你爸不用着急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相信我的产品。OK， 怎么做决定是你的事，先挂了。我找赵乔伊有事，他一直不接我电话。他出门太急，忘了带手机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现在住我家。我们现在在一起了。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的品味体现在他选择女人的身上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的品味太差了，赵乔伊简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。我不敢相信你竟然把自己降低到跟他同一个 level。我要彻底把你从我的未来老公候选人名单里面删除。你中文进步还蛮大的。费大川教我的。说到那个费大川，他最近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了？每天都要送我鲜花。他是不是以为我花粉过敏想害死我？可是我也不过敏啊。
他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。Why？ 为了报恩。What？ 你吃不吃？不吃全归我了。至不至于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怀了。我现在特能吃，都是赵官场害的，天天给我炖鸡汤。鸡汤，他在家里连个蒜都不包。最可怕的是，他昨天看着我说：“郝伟，你太瘦了。”我三个月了都不显怀，我看起来像三个月吗？像不像重要吗？问题是你肚子里没货呀。你打算？什么时候告诉他？我妈跟我说，昨天赵观潮问家里要了户口本。我妈听说那跟你结婚，那真的是高兴的。下班回来，我们三个一起看女儿最爱看的动画片。这些都是我从小最幻想的画面，就在我眼前啊。可我伸出手才发现，全都是假的。你说好不好笑？明明知道是假的，我还觉得特别幸福。真的是你啊！开始下雨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了车。那我陪你。谢谢啊。书看了吗？啊？哈利波特。哦，看了。我 Google 过你，原来你是一个作家。你们作家都这样吗？怎么样啊？每次见你都心不在焉，心事重重的。我在构思新书，女主角遇到了一些问题。介意跟我说说吗？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你介意被一个女人骗吗？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。你们从小就认识，算是青梅竹马吧。他撒了一个谎，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这个谎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。我爱他吗？那我应该离这个女人远一点。不会原谅她吗？不会。
错，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了。没事，应该的，客气了。真的吗，医生叔叔，你没有骗我？舍不得我，那你就留下来陪我啊。看我这大长腿，我这白大褂，是不是巨帅？特别帅。你怎么怪怪的？你怎么了？观察，我不能遵守我们的约定。什么约定啊？从现在起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贫穷或富贵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我和武艺永远都是赵观潮最好的朋友。怎么突然想起要说这个了？我们不能做好朋友了。当然了，你啊，现在是我孩子的妈了。观潮，我没有怀孕。我以为自己怀孕了，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没有。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对不起。太不了解男人了，你这样还怎么写言情小说？白痴！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？嗯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医院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
问你了，我在问他。喜欢吗？什么？你说你喜欢啊？好，爸爸给你买。包起来。把你每次产检的时间存进手机里，还有怀孕期间要注意的事项。每次产检我都会陪你去，我绝对不是那种让老婆大着肚子一个人往医院跑的男人。这双也不错吧？万一双胞胎呢？两双都买了吧。快尝尝我手艺。我今天晚点回。为什么？我约了房东看房子。看什么房子？我得早点搬出去啊，不能一直住这儿吧。我陪你去。好啊，我刚好知道有一家麻辣烫特别好吃。好啊，好啊，不行。今天晚上你要加班，那我约房东周末好了。周末也要加班。默默，你对乔伊也太苛刻了吧？你也要加班。怎么？你不适合黄色。走了，上班去了。你先去吧。你有事？为了维护你在公司的形象，准备给你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不能一起上下班。第二，不能一起吃午饭，除非聚餐。第三，不能在公司有任何亲密的语言或者肢体接触。你电话响了。喂，乔伊啊，哎，爸爸要恭喜你啊，你们的潘豆手环销量反超核心。爸，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消息啊。嘿，爸爸时刻都关注着你们啊，你们这些孩子做得不错，爸爸很为你们骄傲啊。不过你不要忘记爸爸跟你说的话，不急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爸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衣服还没换，我马上上班了，好吗？拜拜。
我快迟到了，你把门开开。这么快你就忘了，不能一起上下班。哎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错了。快，杨璐，我，哎。现在笑，工资赚钱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的成本都还没填平呢。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明显就是恋爱了呀。不可能吧？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快坐吧。Vivian既考勤，扣工资。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啊，我们投入市场的第一批手环已经库存告急了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，陆续收到了多个合作商追加订单的邮件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赵乔伊不许去，迟到的人留下来写新的宣传方案。继续这样装作很严厉的样子，我下班以后呢会磨叽一会儿再回家。今天想吃什么晚饭？是真的很着急要新宣传方案，如果今天做不完，明天继续加班。妈，怎么了？今天跟陈欧美吃饭，我该给她送什么呀？你平时都送什么呀？送花啊，你们女孩不都喜欢花吗？陈欧美不是一般姑娘，你要用心。用心？我懂了。你说她真懂吗？鬼知道。慢早啊！啊，早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美吧，下次我们一起来。美死啦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都出国了两个月了。你哥真的没生气吗？算了，不用回答我，车来了，先不聊了。乔伊，我跟大川去火箭谈事情，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
我还加会班。别太晚了。发生这样的事，监管不够啊。相关人士，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。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跟他们都交代过了，怎么搞成这样我不知道啊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手下人不懂事儿，一场误会。误会？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哪一点像我儿子？不是我哪点不都像你儿子吗？你教我的兵不厌诈，无奸不商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对吧？给人家赔礼道歉。到不了。这样，为了表示歉意，你们免费送出去的2000块手环，让他赔。不是我买，爸，闭嘴！哎，叔，这您就太客气了，咱们是要长期合作的，对吧？谢谢沈老板。不是这样吧？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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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去吃饭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啊？哦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张医生，咱们俩难得一起加班，今天说什么都要陪我出去 happy 一下。这附近新开了一家酒吧，那里面可全都是美女啊。怎么样，去不去？你好好玩，我还有事儿。哟，怎么今天想起请你哥吃饭了啊？是日子过不下去，打算吃穷我？我请客。那我就放开吃了。有事儿？让我猜猜，三个字，好武艺。真的不介意了？我要是介意的话，他打算这辈子都不回国了吗？他真的觉得很愧疚，很内疚，很对不起你。我一开始是生气的，但我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分量，我不想让你夹在中间为难。话说回来，人一路走来，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的，留下的人越来越少。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这段感情不是说断就舍得断的。你比我想象中的成熟多了。心里对我特别的崇拜。来吧，开始吧。哥已经准备好接受你1000字的花式赞美。先去把单买。那我多吃点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
算了吧，你明天是不是还要早班？我明天轮休。妈今天还打电话问我说，哥哥最近忙不忙，身体好不好？所以你看我们家这么晚了，还是反方向，不好。你实在担心，我一会儿把司机的信息、还有联系电话、还有车牌号全部发给你。再担心的话，我俩就视频。哦，赵乔一，你很不对劲儿。你不会是在家里藏了个男人吧？开什么玩笑，送我回家。觉得你不对，我怎么了？这没事儿的时候，你向来都是在夜店，要不然就是在去夜店的路上。你什么时候管过你妹妹死活？哎呦，这话怎么说的嘛？啊？哎，王阿姨，哎，是你啊，小赵。哎呀，拎这么多东西，我帮你，走。谢谢你啊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有事跟您商量，说吧。我要跟你女儿陈小美结婚。你说什么？谢谢爸。谢什么谢啊？小美什么时候跟你在一起了？婚姻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爸，您别怪她，这事她不知道。别瞎叫，谁是你爸呀？爸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这。搬出去了。你这么怕被别人知道我们住一块儿？我是怕赵观潮，他那大嘴巴知道了，那就等于我爸妈知道了。要是让我爸妈知道我跟一男的同居，还不分分钟打死我啊！什么？可行性分析报告。我从各方面分析了同居的利弊，还写了具体执行方法，和案例借鉴，做了柱状图、区域图，很直观，你应该能看懂。我要是还不同意呢？那我就再做个 PPT。你们理工男怎么都这么可怕？可以吗？哎，让我想想吧。好，想好了吗？哪有这么快的？可以吗？这是我努力的结果。还看吗？不看了吧。事实是，我发现从他家坐地铁到公司只需要15分钟，和我要租的那个房子比起来，每天可以多睡1个小时，当然要住他家，打死我都不走。默默，我决定了，今天晚上就搬家。
你可千万别难过啊！你听我说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对陈由美展开全面进攻。你别看她平时好强又傲娇的，其实心里特别需要被人照顾，所以我要搬到她身边去照顾她。这可是舅舅的终身大事，你可不能拦我啊！就这么决定了，舅舅走了啊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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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你好，我是物业的，我们这边检测到您家电箱有问题，怕过来检修一下。对对对，进来吧。Trying to